我干净啊？干净啥呀？跟你比差远了。走走走走走走，来来，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。别客气啊！哎，吃辣椒呢？啊，哎，给我留两串呗。这冬天炸辣椒油可香了，可好吃了。哎呀，没问题呀、啊，到时候给你送过去啊。嗯、啊。天祥呢？他和王阳俩啊，不知道上哪儿去了。您瞅瞅这俩孩子，天天在一起腻歪，也不知咋回事儿。我现在看天祥，咋越来越招人稀罕了呢？哎呀，你可说对了，我瞅这王阳也是，越瞅越水灵，越漂亮，我恨不得明天就把他娶回家来。你说俩孩子处得这么好，咱这当老人的可不能看不出眉眼高低，早点把这事儿定了得了。要这么说的话，你同意他俩结婚了？同意呀、啊，我这人办事就图个痛快，咱现在就商量商量，咱别让孩子开口，咱帮他们张罗。哎呀，美呀，你真是越来越痛快了。你要没啥说的，我可定日子了。定吧定吧，你淑芳在我这说话，啥时候都好使。哎呀，美呀，那彩礼啥的，咱得好好合计合计啊。行。那屋里说去，屋里说，屋里说，你比我还着急。太好了，你看一下今天同学们。哎，玉儿，这来来来，你坐。玉儿，我昨天晚上看电视啊，看到有很多刚毕业大学生到乡村的一级政府任职，你觉着你会支持这个观念吗？应该支持啊。眼下农村需要更新观念，普及科技靠什么呀？就得靠知识，观念新，一新百新，思想变才能一变百变。没有一个开放的思想，哪有文明富裕的新农村啊？哎，玉儿，我要是参加咱们村子村委会主任选举，你会支持我吗？不会吧？要是真的呢？那我就把你打入十八层地狱。你个笨蛋，你以为村主任是那么好当的？要比你饲料厂厂长难干多了。不会是真的吧？玉儿，我已经决定了，参加咱们村的村主任选举。本来以为你能支持我，没想到你还笑我。我觉得，现实的讲，在企业要比当村主任强百倍，无论是待遇还是地位。不过，我相信你选择的，一定是你所要追求的。怎么做，我都支持你。你能选上吗？不管选上选不上，我都已经做好思想准备了。20块钱呢？20块钱？啥20块钱？你不行，该不赊账。你松手！你行，我翻墙了，翻墙了，松手！干啥呀？阎王爷不差你小鬼钱啊！这他妈翻墙了，这没王法了，啥人都神气起来了。王阳啊，哎，帮你妈干点活。好。妈，你和面干啥呀？你妈想吃饺子了。阳阳啊，啊，我和你婆婆都选好日子了啊。选日子啥？定亲啊？结婚呗。结婚？啊，我俩秋后还得去深造呢。麻溜的结婚，结完婚再深造。为啥呀？为啥？别给妈丢脸了。我给你丢啥脸了？还给我丢啥脸了？那天你跟王天祥进苞米地里干啥去了啊？
我不告诉你。不告诉我，我告诉你啊，谈恋爱哪儿都可以去，就是苞米地里不能去。为啥呀？你说为啥？挺大闺女不嫌我害臊啊你？害啥臊啊？你虎啊！我虎吗？跟你爹一样，一根筋。爸，我妈打我呢。为啥呀？他非逼我结婚呢。别听他的。就是，我这秋后我还得去深造呢。行，爸支持。哎，走吧！哎呀，走走吧，干啥呀？这都来了，我赶紧去，走！哎呀，走！不是你干啥？都到这儿了，不去了，不行！你看这事干的都到这儿，我真不去了。你说那个。不是，平时我俩也不和，万一他给我撂个脸子，你说我这张撂脸可往哪放啊？梅姐，我告诉你，这事儿咱还非求他不可，只有他才能说动那俩孩子。为了咱孩子，你主动跟春香和好，也没啥丢人的呀。不是，再说春香也不是那人儿，你呀、主动伸个手，春香能给你来个大拥抱。哎呀，走吧走吧，瞧你这急人劲儿，走走走，妈啥劲儿到。哎，姑，你去哪儿啊？啊，我去趟饲料厂。你俩啥事儿啊？啊，姑，我今天过来，我俩就想跟你说一下，我们不想这么早结婚。你不是让我们出去深造吗？我想趁这机会，我们也多学习学习，考个研啥的。结婚的事儿就等回头再说呗。就是姑，我妈啊，现在就听你的话，你去跟她把道理一讲，她肯定同意。要不然她天天在家磨叽我俩。没完没了的，我俩现在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。哎呀，不就是想拖延一下婚期吗？没问题，姑支持你们两个人，这学点文化是正经事儿，不差这一两年的。你们俩的学费啊，合作社都统一出。哎，你们俩那边的老人，我去跟他说，行不行？行行，那姑谢谢你啊，那我俩就先走了啊。我们走了，咱们一块儿走。姑啊，催婚的来了。哦，你们俩待这儿，我去对付他们。走，干啥都来了，干啥？我说你们两个人就那么急着抱孙子啊？哎呀，也不是特急，哎，是吧？不是，那得赶紧结婚，让俩快点结婚吧，越早越好。嫂子，这啥意思啊？哎呀，行了，春香，你就别问了，我这心里整的乱七八糟的，哎呀，都弄迷糊我了。春香姑啊，是这么回事儿，我跟你说吧，那天我跟天祥，我俩去瓜地买瓜，然后刚好碰见我妈也在瓜地，然后我俩不就想回避一下她嘛，就躲到苞米地去了。谁知道苞米地那么闷得慌，我俩就出来了，刚好让我妈看见，我妈以为我俩在里边整啥事儿了呢。哎呀，嫂子，我说你俩真气死人了你！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啊！我说你咋那么心急呢？哎，那我问你啊，你心里到底想不想让这俩孩子好啊？我现在就是不想让他俩好，那还能来得及吗？这回我这心里的石头可算落地了。这闺女大了不由娘，我也管不了了。以后他俩的事儿吧，就自个儿定，爱咋地就咋地。你们不听你春香姑的吗？以后就让春香姑给做主。没问题啊，我做主。春香啊，那他俩的事儿可就包在你身上了啊！啊，我还有个事儿。哟哦哟，春香，爷，我问你个事儿，愿不愿意跟我家王阳结婚？当然愿意了。那你能对他一辈子好吗？能。大声点儿啊！爷，我肯定对王阳一辈子好。春香啊，我这回我可放心了。哎呀，放心吧，放心吧。再说了，春香啊，哎，这俩结婚也不影响他俩学习呀。咋不影响呢？那抱着孩子去上学啊。淑芳姐，这孩子的事儿啊，你就别管了。你啊，如果再催，我就把你那老底儿啊给你兜出来。你是急孩子还是急你自己啊？哎呀，春香啊，你嘴咋那么不饶人呢？春香，就是，要不这样行不行？咱老两口、小两口给他一起办，我看行。哎呀，咋那么欠呢？别说啥了，行了行了，走吧，你这待着干啥呀？该干啥干啥去吧。讨厌，嘴真是。行了，没问题了。咱们村的基本情况都在这儿，土地面积、人口、党团人员。
连育龄妇女的情况都有，你就把这个记熟了，上任你就得给我干事儿，干不好我绝饶不了你。选举结果要是出来，我爸妈不同意怎么办？这事儿还是事先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吧。用不着，越征求意见，矛盾越多。包括你上任以后，遇到啥事儿，不要征求太多人的意见，自己认准的事就干。你一征求意见，100个人得出101条意见，你自己都得整出2条意见，是同意还是不同意，你自己都拿不准。听他们乱七八糟的，那七嘴八舌的，用不着。这事儿还是民主一点好。你别的啥都不用想，就专心等着选举。那以后你做什么呢？我不比你清闲，我都想好了。我退下来以后，我要带领咱们村55岁以上的人锻炼身体，学习文化。怎么处理好邻里之间？怎么当好一家之主？尊老爱小，等等等等，事儿多着呢。我还寻思了，你妈呀，也不能让我闲着。爷，杨晨呢？他让王主任找去了。哎，妈，你来了。王主任找你干啥？啊，那个，王主任找我谈老年人养生问题。你咋这么看着我呢？你不信啊？你不信问王主任。我去车间看看。这事不能跟你妈说。别让她知道。我刚才差点说漏嘴了。你说你深更半夜的折腾啥嘛你？老壮，我一直想跟你聊一聊。自从你离开咱们合作社，我知道你对我意见挺大的。其实我这心里边啊，一直想着你，总想着帮你找点啥活儿，能让你挣点钱，把那日子啊过得好一点。可不瞒你说啊，我真的找不到。你说你啊，你咋就那么懒呢？你在咱们村儿可以数第一了吧？你是不是能对你自己有点信心呢？啊，有的时候我在想帮你找点活儿吧，但一想到你，哎呀，你这个人干啥事儿就3-2天的热情。完了就丢了，不干了。俗话说，人过30不学艺，我还能干啥呀？这把年纪了。我最烦就是这一点，来不来就自暴自弃。知足常乐，我就是活一天是一天来。还都是影呢你啊！行了，过去的事儿也不说了。这样吧，老庄，我帮你找了点事儿，你干不干？啥事儿？一年可以挣个3万-5万的，这活不累。有这好事儿？蒙人的吧。哼，我看那春香多余管你，要不看咱两家快成亲家了，你说是咱村那些家家户户那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，你瞅瞅你，穷嗖嗖的，哪轮得着你说话呀？这就听见你说话，我跟你说，这亲家成不成还另说呢。你咋那闹心呢？你我看你还闹心，那你闹心。行了行了，你俩别闹了好不好？我还有正事要说呢。正事想说是不是？要么他走，要么我走，你说吧，谁走？哎，你行了，你先到一边躲一会儿。你快去呀你！啥人嘛？你这说说的。哎，对了，啥事啊？哦，这个。东山岭呢有个废山包子，在那儿呢种庄稼是不行了，
但种果树应该是没有问题。我想，如果你想承包的话，我去跟王主任商量商量，好不好？关键是，我又不会种树，你这让我……那树苗我来弄，还有那树啊，大家伙帮你栽，再加上那个杨晨，还有裴玉文，在技术方面也可以帮你。那活不累。这听你这一说倒是好事一件，不过，实话实说，手头没钱呢。不用你的钱，你就在那搭个棚，守在那儿就行了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，咱俩签个合同，这赚了钱全归你。嗯，我不能那样，挣了钱咱俩一人一半。哎呀，啥一人一半啊？不过我要告诉你啊，如果因为你不负责任，造成了减产和赔了，我可要把买树苗的所有的费用都连本带利要扣出来。这个字据你敢不敢跟我立？我发誓，我敢。这个事儿我很明白，一看就是水缸里摸鱼，十拿九稳。那咱们就定了。那就这样定，我就先回去了。你不能反悔啊！我反悔啥呀？我反悔，这来拉钩，来，我给你拉钩。行了行了，你快走吧。那我走了。对了，还有一件事儿，你说那个书房的事儿啊，你不要再搅和了，行不行？谁搅和了呀？那书房这事儿，要不是当初你说叫联合养猪，他俩会能养到一块儿？你提这事儿，我一想起来就又生气了。哎，你咋不说你自己懒呢？你说哪个女人愿意嫁你这种人啊？好了，不说这个了，以后我不懒了不就行了吗？老赵啊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呢把果树园管理好了，把那日子也过好了，等以后啊，我再帮你找个老伴儿，行不行？你说这事儿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你不是忽悠我吧？哎呦，忽悠你干啥呀？那行，那我有个条件。啥条件？要找啊，最好能找一个像你这种标准的。你这不是你裴老赵你站住！干啥呢你？讨厌劲儿！你吓唬他干啥呀？你把他惹急了，把两个孩子的事搅和了，咋办呢？哎呀，他我还不了解，请他吃顿饭，小酒一端，啥事都没了，还黄了。走，回家吧。这些大半夜折腾的。太好了。鱼上钩了。哎，不是，这不上钩吗？纯属精神病，整这么大上钩的，你钓鲨鱼呀？哎呀，鱼都让你给吓跑了，你这是。我得练呐。完了，我得领老年人出去玩耍。玩耍？用秤钩钓鱼，拿肉包打狗啊！哎，我这，我不参加下届选举了，不干。啥？不干了。你不干了？啊！你还愣着干啥？赶快出将吧，要不然他这俩炮就将死你了！你还……哎，兄弟啊！啊，我说你不在家待着，你往哪儿跑啥？你说这家给我找的。嗯，在这儿你叫啥亲家呢？你不是找事儿呢？你这，哼，你不让我叫亲家。你还一门都往人家门口凑，我说那钱罐子看你都心里更堵得慌。我跟你说，这你就不懂了。嗯，人家这边现在这门口人少，我呢就是给他增加点人气儿，俗话叫门庭奚落。哎，你真的给我懂词儿，你说。嗯，我说你没啥事，你老装啥文化人你？我说，我请你吃饭，赏个脸不？嗯，有酒没有？管够。嗯，那行，只要有酒喝，嗯，你就是鸿门宴，我也敢勇往直前。哎呀呀呀呀！愁死我了，又来了又来了。玉娃，哎，你爸咋还没来呢？待会儿吧。做这么多，哎呀，这手艺真不错。
来，把鱼摆中间。好嘞。哎，哎呀，玉文啊，你爸咋还不来呢？不用急，他马上就来。我说玉文呐，刚才我请你爸吃饭，你看你爸那架端的，哼。哎，我去，我去。你等他来了，我非得灌两杯不可，不然拿架给我。爸来了。哎呀，老赵叔。老赵来了。哎呀，请你还挺难的啊，都等你了。啊，我看看，我看看。咋的？还是啥是啥呀？啊？这大虾啊！别看了，快坐吧。行了行了，你快坐在这儿吧啊！来，老赵，坐这儿。这是首席。妈妈，这重要一顿饭，我能不看看是不是？大家不要拘束，都坐都坐。来，坐吧。这菜做的不错呀，啊，从哪儿请的厨子？哎呀，请啥呀？我们家树根儿。啊，咋样？你个老样子，还小看我这手艺啊？我跟你说，我这厨艺相当于拔鸡瓦匠的水平。你不吹牛也能活，知道吧？啊，那鱼头是应该对着谁呀？啊，好，鱼头一对，大福大贵啊！来吧，来吧，来，快吃菜。来，我跟亲家喝一杯。别，你不够级别啊！那个亲家母，你给我倒，倒多少喝多少。来，行，我来给你倒，我陪你喝啊。哎，你不能喝。你要是喝多了，那吹牛的人要是给我要人，我咋办呢？是不是死老赵，你说啥呢你啊？当着孩子面、哎。放心，你把他喝没影了，我都不再找你呢。啥都不说了。哎，你咋就喝了呢？先走个样，表达个心情。来，吃菜，来，老赵啊。那我不动，那鱼头谁都不能动。是、哎、是。20多年了，也该退了。哎呀，老赵，高兴啊！老赵，你别喝了啊！你看你都喝成这样了，来，老赵，在干啥呀，亲？哎，你快拿着，给你的，啊！吃了喝了，这是不拿这个。哎呀，现在兴这个，你快拿着吧。不合适，亲家，真不是。哎呀，现在兴这个，拿着吧啊。亲家，你这让我弄得很不好意思。快拿着。不好意思，真是不好意思，你这不能这样，你知道吧？哎呀，行了，老赵，放好了啊。春香啊，我跟你说，你这个人呐，心眼好，我陪老赵心里都清楚。我把我们家这个玉文交给你，我心里踏实，我真是高兴。哎呀，老赵，你就放心吧，玉文就是我的亲闺女。不是，你说错了，玉文是我的亲闺女。你喝多了，她压我亲闺女，你说说。哎呀，老赵，你听清楚了，以后啊，我会把玉文当成自己的亲闺女一样看待。对了吧？这事说到我心里去了。咱俩先干一个。老赵，你别喝了，你喝多了，你不能再喝了。听我的，来，我替你喝点。来，你不能再喝了。你喝谁不喝谁是狗。哎，好。高兴高兴，多喝点。哎，有儿过来跟你说两句。爸，少喝点啊。闺女。这你妈死了早，我一手把你拉扯大，这以后都离开我都去人家家了是吧？但是在家里边啥也不说，说他勤快点，眼睛里头有点活，好好孝敬公婆，相夫教子是吧？可别让在家里边动不动就给我顶嘴。
跟你这春香阿姨一样，是吧？都对人家说话客气啊，关键是加加油，养成你们共同努力，让我早点抱上孙子。哎呀，老钟儿，你喝醉了，才是你的孙子呢，那是我的孙子。咱们的孙子，你说啥呀你？高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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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高兴，高兴，老赵，去吧，快去吧。杨晨过来，哎，老赵说，你看这，老赵说今儿个有点脆弱，这高兴是吧？让我们家玉文吧，以后这个跟着你了是吧？我们家闺女好点儿，放心。小兔崽子，你是知道我的脾气的。你欺负我可以，敢欺负我们家闺女？哎，老爸，爸你，老赵说今天高兴，别打了行吗？老赵，你别打我，老赵，打啥打？这孩子好的跟啥似的，一直硌着我，那小石子儿。死老赵，你真是。来来来，老赵说。来，你来啥来？他干嘛？上哪儿了？这是找啥呀？收下吧，快谢谢，收下我一点心意。谢老赵叔，啥意思？哎，你想的还挺周到的，这老赵啊。哎呀，你别倒了，不能喝了。我说亲戚啊，今天酒喝的好啊。啊，嘿，从打我认识你那天起呀，你今天总算说了几句人话。来，咱哥俩是不是得干一个？来，干！哎，来来来，一起干！干吧！哎，好。哎呦，老钱呐，你听我一句话，咱跟柳春江说点软的，拉了关系行不行？你说咱得罪他，就等于把那全屯子人全得罪了。你说人都参加那合作社，就剩咱一家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这咋过得这么不顺心呢？你想啥呢？怎么的呢？离开他，咱就活不起咋的？你咋就活不起呀？你跟你这话说的，那就是想活得起，活得顺溜嘛，咋就不能跟他说句话？你看你这样的，好像。离开谁这地球都转，怎么的了呢？这个日子过得挺好嘛，干啥要那样的？这屋这么多苍蝇，这叫过得好啊？嗯啊，你就听回去行不行啊？老钱大哥在家吗？老钱大哥，哦，哎呦哎呦，春香来了，哎呀，来来来来来，快坐，坐坐坐坐。哎，你坐不住。哎呀，老钱大哥，哎，我呢今天喝了点酒，借这个酒胆啊，想来找你商量点事儿，看你啊给不给我面子啊？我说的，你给谁家酒缸砸了，跑我这来了？看你说的，老钱大哥。哎，老钱大哥，嗯，咱们企业呢马上就要投产了，这厂里边的劳动力啊肯定都到厂里边去了，到时候剩下的那些人呢，也都得养猪。我最担心的就是养猪的技术问题，还有啊，就是猪的防御工作。我从县里边请了兽医，他两边跑，忙不过来。我想啊，请你出山。啊，你看你是老养猪的了，技术方面你都懂。嗯，我想叫你协助他把这工作做好了，这个工资呢由企业来出，你呢就是咱们合作社的人了，怎么样？啊，老钱大哥。嗯，春香啊，你真是的，对你大哥真好。你大哥这个心里边觉着，真是的，也谢谢你的好意。但是这个合作社呢，我就不加入了。老钱大哥，嗯，你是不是还在记恨我？哎，我不会怪你的，我这怪我，那大哥没当好。行了行了，大哥，过去的事儿啊都怪我。你看王大印多好的人呐，也被我得罪得够呛。可是人家不怪我啊，我这心里边就特别的感激。
咱们都一个村住着啊，干嘛不好好的相处呢？还有啊，你说我这个人，这个性格啊，就那么固执，钻牛角尖儿。那过去那些事儿呢？你说谁敢反对咱们合作社，我就跟人家玩命。现在一想起来啊，也挺神经质的。老钱大哥，你呀、就别怪我了，好不好？我还怪你干啥呢？你说都怪我，这大哥没做好。过去的事不提了，但是呢，大妹子，合作社我就不加入了。你说我们家也不缺钱，前途将来找个对象，我们老两口呢守着小店就行了，然后家里外头养点啥，就不想太操心了。哦，不不，老钱大哥，你还是好好想一想，我等你个信儿。好吧，那我先走了。春香，我不用想了，我跟你实话说了吧，这个我不加入合作社，但是不等于我不参与。你跟大伙儿说谁家猪有啥毛病啥的，尽管跟我说，我免费医务服务行吧？我肯定不让别人看咱笑话，是吧？那行，那我走了啊。嗯呐，没事来啊。哎，好，走啦。你干啥呢？你还哭啥呀？这整又哭又笑的，那唱起来。你不说肖威今天带工程师来吗？按道理全村人都应该站着欢迎。你说两个人，我走剩你一个，多不好。哎呀，今天不是特殊情况吗？你快去，一会儿就结束了。快去快去！哎哎，来了来了来了！姨，姨父，肖威来了！哎呀，哎呀，肖威啊，快介绍介绍！啊，这位是我们的工程师田工，这位是合作社理事长柳春香。田工你好，你好你好。这位是杨树根。哎，你好你好。哎，你看，理事长柳春香是我爱人。啊，我们村啊今天换届选举村委会。所以大家伙呢都在现场，要不啊就都过来迎接您了。那您和姨父应该去投票啊。是啊，我们马上就去。啊，要不你们先进屋歇会儿，等一会儿我们投完票再回来。我们也一起去吧，我挺好奇谁能当村主任的。那就一块儿去，走走，一块儿走，走吧，来，请。跟着跟着，好，请请请请请请。啊，哎呦，各位领导，各位领导。哎，我是哥几个。哎，这选举啊，就得一个结果。那我大嫂跑不了，王大英她得靠边站，扯啥犊子呢？哎，咱们就要马上就要开会了啊！周边的都往中间聚一聚，是吧？虽说下点小雨儿吧，这个风调雨顺啊，说明我们的明天会更好，五谷丰登，天下太平啊！现在又开始开会，经过大家的推荐，这届村委会换届产生了两名候选人，杨晨、王天祥。两个候选人啊，要竞选两个位置，一个是村主任，另一个位置是副主任。我不行了，啊，老了。咱们村未来的发展需要年轻人，特别是有知识、有文化的年轻人。你们大伙可以想一想，如果有一个大学生能当咱们的村主任，和我这个大老粗比一比，应该是什么样的差距？大家心里啊都掂量掂量，我就不多说了。这个请监票人啊，各就各位。咱们呢现在就划票开始。这个四个办公室作为秘密的划票点，现在划票开始。Thank you.
大家静一静。下面我就宣布啊，咱们上三台村村民委员会本届选举结果，当选村主任的是杨晨，副主任王天祥，鼓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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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走吧。怎么的了？啥事儿啊？选完了。主任呢是杨晨，副主任是王天祥，离家前途啥事儿？咱前途，经商。哎，主任，好，祝贺，祝贺你啊！谢谢，谢谢大家。哎，姐，你干嘛去？杨晨，陈主席，你是村主任，你妈是村民，不能示弱。我就跟着你，你妈要敢说三道四，我就跟她急。我就问她，是企业挣钱重要，还是百姓生活重要？稳住价。还是别在这儿吵架吧，大家都看着呢。我就在这干，我要卖卖老，谁敢对咱们村不利，我坚决饶不了他。稳住价。哎，那咋出事了呢？妈，儿子，祝贺你！儿子，你能当好厂长，不等于你能当好村主任。咱们上三台的百姓们，今后能过上啥日子，可就全靠你了。谢谢妈支持，我一定不会让百姓失望的。儿子，你不是说你要实现自个儿的理想吗？村主任的舞台虽小，可它关系到民生，你要好自为之啊。放心吧，妈，我一定尽心尽力，给大家一个满意的交代。真香啊，你差点没把我闷死。我们都做好了战斗准备，你要不同意杨晨任职，我就跟你决一死战。我要警告你啊，你把我儿子推到了前台，你要是撒手不管，我可不会饶了你的。哪儿的话呀，上三台村的发展人人有责嘛，我会随时听从杨主任的调遣。静一静，静一静啊！今天啊，我们还来了两位特殊的客人，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肖威田总工程师到我们这儿来投资建厂。好。Thank you.
老壮啊，这果树园管理的不错呀。亲家母啊，咱说话得算话呀。我咋了？你说的，我这个果园呢，要是管理的好的话，你给我介绍个对象呢，是不是？你看看这今年马上就丰收在望了，你给我的介绍的对象在哪儿呢？我问你，啊，我问你介绍的。小青，你咋来？呀啊！就是呀，看不出来。就是，有春香，快！春香，春香，你等等我。春香啊，春香，干啥去？你等等我，我有点事儿。说吧，我听着呢。那啥，我现在是养猪基地副总指挥，我强烈要求你给我安排工作。好啊，你回家先养200头猪，然后你就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。窗外不雨响，捡起了月光，晚风中飘荡，是春的衣裳。胸膛也藏着梦想，要让命运的土壤再开一次花。黄昏的炊烟眷恋着村庄，可我已走远，向天边迈浪。在暗淡的夜空也藏着晴朗，给夜里留一扇窗，梦就有了方向。梦中你我该重逢路上。